整红素金台北报道，柯鹏宇卫视电影台《我的闺蜜女友》中首次挑战女装扮相，却出乎意外地受到众多人的赞叹称许，让柯鹏宇笑称那是他至今最热门的一天。除了工作人员纷纷要求合照，连外景拍摄现场的路人都排队和他合照。全剧在小琉球拍摄，柯鹏宇饰演李运庆的弟弟，是当地的头痛人物，到处惹是生非，冒天又闯祸，为了避责而乔扮女装潜逃。柯鹏宇借势是进食就知道要扮女装，原先定妆的造型是较俗气乡土，正式开拍时导演却对他的美色深具信心，特别请造型师准备全套的粉色淑女洋装，完成妆发的时候竟让男性工作人员不停地亏你这样我可以。陆思明看到柯鹏宇的造型边边说很像一位女艺人，想了一下惊呼柯宇碰像温真菱，往后拍戏日子陆思明都冲住喊他温真菱。而谈起这次角色，柯鹏宇坦言和他本人个性不像，在揣摩的过程中一度怀疑自己，心情也起伏不安，好在导演努力下发挥受肯定。柯鹏宇也期待大家可以在明晚九点准时收看卫视电影台《我的闺蜜女友》，柯鹏宇扮女装大受好评。沈鹏娱乐提供柯鹏宇到小琉球拍戏，和陆思明成为好朋友。沈鹏娱乐提供柯鹏宇扮女装大受好评。沈鹏娱乐提供。